小敏，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，这个是你当年的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已经都做到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这钱而来的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改变，想让我变得像个男人的样子，有事业感，可以照顾你，可以照顾你家人，可以照顾我们的未来。你能接受这笔钱吗？你能愿意做他们主人吗？就这样，三年又过了，我还是。如果我当年要你挣的1000万是开玩笑的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很在乎，我知道你那会儿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好感，我就算当年是个玩笑，我也愿意为你实现任何事。